国新村老人安养中心已经散发浓浓的耶诞气氛，爷爷奶奶殷切期盼慈济志工每个月的到访。我们师傅就跟我们讲说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我们都去帮助人家，那这个我们不要分你我。88岁的杨奶奶应93岁的表嫂邀请，由女儿陪同特地过来，妯娌的深厚情谊，志工也感动。欢喜，欢喜，欢喜，看到我们就有欢喜，真的，你们是辛苦啊。我们不会，我们看到你们高兴，我们也是很高兴，谢谢，谢谢。高龄101岁的林奶奶听到音乐就翩翩起舞。身旁每位志工都跟他共舞过，被大家封为舞后。岁末时分，五谷的老人公寓喜气洋洋，志工写了春联，一一送给爷爷奶奶，迎接新年，心灵也丰收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台北报道。